君子光明磊落，怎么能这个时候占姑娘便宜呢？看两眼总成吧。我可是坐怀不乱的。 这是你自找的，林祖，果然没有一个好东西。你才知道啊！ 林子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突然就这样了？老大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突然之间雾就这么大了。邪门儿。